天是1月15号，我生日的隔一天。然后今天是年度最大户外盛事 Wild 办的 Wildland。我们其实刚天亮前就到了，但是却又摸来摸去，所以现在天黑。我们刚带好自己的家。那我们这次就是跟部落村长跟村民啊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，那一起期待接下来的山巅吧。椅子都摆好了。这都是有人做的吗？还是这边是展示区？要卖椅子？368，这是你背来的木头吗？没错。你怎么办到的？这比我手还粗。我刚刚砍的啊。去哪里砍的？旁边那么多树。我们来到 Neighborhood 潮店啊，虽然椅子是不同人的，大部分。然后你，你买这些花多少钱？不要问价钱了。而且空气里弥漫着潮牌店的。很像来到西门町哦 ，Fancy Diamond， 万年楼下，太稀花了啦，很臭哎，15000的椅子又比较好坐，蛮不错的，蛮不错的，阿爸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你确定有蛮不错？这里来，那你不要坐，好，这你不要坐，舒服吗？舒服吗，姐姐？你要我讲实话？笑成这样是怎样？要讲实话吗？就是啊。我看一下他家，你外面这么漂亮，你家都长这样。老板不在，我在他房间，这是我的朋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个大开，打开，你嘴巴给我打开，再高一点。哇！嘴巴打开哦。哎。怎么可能在录影可以吃到这种东西？太爽了！阿飞已经说了，给我们自己一点小福利。你们要吃饭，我们正要吃了。我们现在自肥，可以自肥。你们想怎么肥都可以。这个算 mozzarella， 是披萨用。等一下，你这样是好吃还是不好吃？三幺八，你平常上山有吃这种吗？自肥的部分没有，满分100分，1200分，大家给你们1200分。我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生蚝，好感人啊！你才26岁哦，是吧？看起来不像啊。超好吃！哈哈哈哈哈！要招牌吗？呜呼！等日出来，活着潇潇洒洒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妈！擦拭心中喜悦，烙印下烙印，烙印下烙印。红尘作伴，潇潇洒洒。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乔安，现在是10点，我昨天喝醉，超级不舒服，刚爬起来吐。啊，外面天气超好，他们都起来了，但我真的起不了，吃了止痛药，希望赶快好。乔安，天气超好。你看他们在干嘛？这是什么好东西？大家拉伸，我们要先穿过去啊！这不拉紧，哎，错了，超可爱！你要从这边的，直接走。哎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你等下要。你就可以了。这个就叫土地的占领啊，就是跟我们原住民以前一样啊，土地人啊来了才能限制我们的土地啊。对啊，我们现在部落人嘛一样，我们现在是其他部落，我们的人。可以上树，升旗喽！谢谢菲菲，绑成这样，到底？你就在那里不要下来了。接近11点半，然后有个开幕。正式宣布台四活动要舞台，我们欢迎野人七号部落全体村民以及村长来到我的内。77号参赛者。Let's go.
快点快点不要让它呈现为蛋花汤。吻还没喝好，先吻，先吻。所以都虾虾，你哪里来的？你有报名这场活动吗？没有。老师他没有报名，我退出。快了，我没有。你要说出口感。哎、欸，它层次很多，因为你吞下去之后，然后你一开始口感是觉得它是就是一东西吞进，然后可是大家你吞下去之后，它会这样蹦，它一直往你的深度去，它一直往你的深度，然后很怎样这样。你不要喝给我在那边漱口，打你。啊，什么词？哎、欸，红酒是不是？你喝红酒是不是？但是你不能乱喝酒。要吐了。其实我讲不出啊，烂透了。够狼得呀，够狼搭。Flashback， 最好的状态是不要让它呈现为蛋花汤。你要喝蛋花汤吗？喝吗？我还没吃啊。他喝茶是没有。他妈的，刚谁加那么多酒？酒跟蛋是分离的。等一下，就是要喝酒跟吃蛋。哎、欸、我没有，我喝完。喝水啦。讲好喝哦。拜拜。终于知道王老师的其他。王老师。太肥了。没了。我们大来宾从花莲骑车上来了。哎、欸，王哥，王哥怎么来了？王哥自己骑摩托车来。李佳颖，我明天四点上吗？哎，今天好红火。下午。OK 啦，欢迎 OK 啦。再来到挖的，谢谢你们，为了让更多挖的类有更多漂亮的女生，所有男生明年我们三分钟之后再开始抢票，好不好？
吃早餐，准备收拾。谢谢，没有下雨。要拔七次了。这一刀下去很残忍呢，很残忍呢。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这次旅程正式的落幕了，我们将这个队旗直接先授予他们。首先，我要先把这个旗子授教给我们的沙拉生活。沙拉生活，我们的凯西与盖瑞。凯西与盖瑞，一二三，敬礼，来，一二三，谢谢。三个 YouTube 频道在这边跟大家下台一鞠躬。他那个音乐很鸡巴，鸡巴，他为什么噔噔噔噔？一二三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感谢各位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欢迎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超没默契。